C2， 你就按照上面的安排全部发出去。小杰，以后与 C2 有关系的资料发往我之后，必须马上销毁掉，烧掉它。好的。又有一批新货要过来了，做好准备。没问题。嗯。有什么事儿啊，随时联系。好。 你是什么时候把杯子收拾好的？哇，刚刚吓死我了！万一戴玉玲看见我们分床睡，就完蛋了。我老婆这么不贤惠，我这当老公的只能多擦点心了。你不正经。那我就说点正经的。已经过去5天了，咱们还剩下25天的时间。嗯，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的等下去了。 呢？这么晚还不回来？我在游戏吧，打游戏呢。这两天工作太辛苦了。亲爱的，这挣钱不容易啊。你真的在打游戏吗？不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除了打游戏还能干什么呀？你这么大人了，知不知道玩物丧志啊？赶紧给我回来！好，知道了。邢健，你还好吗？我在美国的新生活开始了。 又在画迷宫啊！天天玩这个你不无聊？你除了打游戏还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呀，我从这儿直接去游戏吧，然后打完游戏直接回来了。是吗？对呀。啊，我还看了一眼邮件，那个唐笑然给我发了一个邮件，但是我没回啊。我知道在公共电脑上是不能回邮件的，这点你放心啊。 就知道你这个没脑子的家伙会干出这种事，电话里我还没法提醒你。行，我没脑子，我没脑子，行了吗？很好笑吗？很好玩吗？如果戴玲玲刚刚跟踪你，就查你用过电脑上的地址，你暴露身份是分分钟的事。不是我出门的时候我注意了，没人跟踪我。是吗？你这么自信吗？那你当时怎么被辐射跟踪的？行啊。 所以啊，对不起啊，以后我一定严格遵守纪律，不再吊儿郎当的惹你生气了。好了，我错了，别生气了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生这么大气，因为你感觉到孤独了。
知道。近两天我也是这样的感觉，在这种地方什么都不能联系，去到哪儿都有人监视着，除了你和我，连个好好说话人都没有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换作是谁都有种莫名的火想发作的。周颖，不管你有多坚强，这份孤独感都是真实存在的，连我这么外向的人都快受不了了，更何况是你呢？我猜到你今天晚上想去联系唐小冉。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我跟小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。说实话，我跟他不是一个类型的人，不管是从性格上、生活环境上，还是面对事情处理方式的态度上，都截然不同。如果我真的跟他去了美国，我们最终还是会因为别的原因分手。时间一长，我真的没有自信能够做到他理想中的男人。我不懂。这么跟你说吧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才明白，小冉给我的是一种初恋的感觉。初恋的感觉？对。但这种校园情感，当面对现实的时候，它太脆弱了。我经历了这些，才明白，那是少年懵懂时的情感，对我现在而言，或许不是真正的爱情。好了，这句话说出来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也告诉我，好吧？我希望呢，把卢门岛的戒毒基地办成国内第一、世界一流的戒毒基地。杜总的情怀和义举让我们感动。下面呢，请杜总为我们展示一下即将拍卖的藏品，让我们一饱眼福。好的，来。哎，明哲，你好，我是甄霄。我刚才啊，在看你的采访报道，怎么样？评价一下啊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古董的呀？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哎，你看我们都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沟通我的爱好呢？哎，以后啊，有空的时候一定让我赏眼你的那些古董哦。行，没问题，你随时来啊。好，祝你一切顺利。喂，您好，我是给您上门烧菜的肖师傅。郑队，不现在方便说话。朱莹，我现在马上想见到你们，你能跟小王安排一下，马上跟我见面吗？越快越好。好。哎，喂，大哥，下一批 CT 什么时候到货？大概还有两天。啊，行。那我和笑笑想回趟家，拿点东西可以吗？好，快去快回。第一批 CT 已经全部发出去了，都运往了美国。惠贵号、船名、船次，我都记在脑子里了。
只要有了这些信息，再加上追踪器，只要等这些 C 图一到美国，美国警方就能找到买家。太棒了！哎，王新杰，接下来把这个 C 图的源头赶紧帮我查出来。这几天辐射又不见了，进货应该是由他全权负责。戴林说了，大概两天之后，下一批 C 图就会到达码头。我想趁这个机会套套他的话，尽量找到线索。很好。哎，小王啊，嗯。上次你说的那个乾隆罐耳瓶，你知不知道在坤哥那里收藏了多少年了？我记得他跟我说过，应该有个十几年了，一直放在他的家里，没几个人看过。十几年？不是，郑队，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啊，没什么，随便问一下。小程，你不是飞回美国了吗？我又飞回来了。你这孩子，你是不是故意跟妈怄气呀？我不是跟您怄气，我是特别担心您。你担心我什么呀？妈，您都被毒贩恐吓好几次了，我听说前几天您差点被车撞到，您打算瞒到我什么时候？谁告诉你的？杨姨。淑君，他怎么知道？应该是郑潇告诉他的。他为什么要问你呢？是我主动问的，杨姨，询问您最近的情况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呢？我问您，您会告诉我吗？从小到大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您都自己扛着，什么都不跟我说。我跟杨姨打完电话就立马飞回来了。至少在您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在您身边啊。小郑啊，妈妈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你现在回来等于是帮倒忙。为什么？因为毒贩有可能拿你去做人质啊。你个白面书生，不但保护不了我，可能成为我的累赘。姐，这么专注啊！幼儿园的招生工作我很满意，辛苦了。这不都应该的吗？我们家小珍啊，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？是啊，她给我打电话了。她知道你遇到天大的事情都自己扛着，不愿意告诉她，所以呢，她就打电话给我了，问了您的情况。你是不是把我被恐吓的事儿也告诉他了？是啊，小珍挺关心你的。哎呀，明珍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嘴太快了呀？啊，是你们家郑潇告诉你的吧？嗯。以后啊，这些事儿啊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了啊。我们都挺关心你的，小珍也挺关心你的。是啊，他是太担心我了。你看他又从美国飞回来了。是吗？对呀。哎呦哎呦，明珍姐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没事变成啊。淑君，以后注意点就行了。嗯嗯，你先忙啊。好好。知道。那发货信息都在这上面，抓紧时间分装，一分钟都不能。没问题，大夫，放心吧。那就辛苦你们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办。大哥，慢走。大哥，慢走。慢走，大哥。小金，C two就在那个箱子里，分装的事儿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那我也走了啊。哎，帅哥，你每次都这么来去匆匆的，干嘛去啊？我得赶紧 happy 一下去。哎呦，你至于吗？你上哪儿 happy 还 happy？你是不知道，前些天我在那个地方，太无聊了啊！什么地方啊？搞这么神秘？等你去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先走吧，拜拜。行行行，一鸣，拜拜拜拜。赶紧通知郑队。
哎，卓英。喂，郑队，傅蛇又送了一批 C 2过来。从哪儿用来的？我们想套他的话，但是没有问出来。傅蛇现在在哪儿？他刚说要去高兴一下，我怀疑他应该是去了娱乐场所。这样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派人马上去找他，找到之后，对傅蛇进行24小时的监控。好。哎，蛇哥。哎，张宇啊。哎，你在吗？陪我出去嗨皮一下怎么样？好啊，蛇哥，在哪儿呢？就在你门口啊。蛇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好路过这儿，顺便上来参观参观。哎呀，哎，我说郑宇啊，你这游戏吧不错呀，啊，全靠咱的冰毒和马古生意撑着呢。还是咱们这生意赚钱吧，啊？哎，师哥，最近去哪儿玩了？黑了啊？玩什么玩啊？忙生意上的事儿。对了，戴哥怎么最近不给我分派任务啊？小杰忙什么呢？别急，马上就有大活派给你干了啊！今天先陪我出去 happy happy 啊！好啊，走走。哎，赵宇，你这个手机怎么款式跟小杰的一样啊？他买了两个，送了我一个。可是小杰说他的手机是笑笑送给他的。哦，那就是笑笑买了两个，送了他一个，我一个。好，走吧，走。哎，你好，文物局的马老师吗？是我。我给你的那两张图片，你比对过了吗？我仔细看过了，那两张照片应该是同一件东西。你确认这两个罐耳瓶是同一件东西？据说我们市有名的收藏家文知己有一个这样的瓶子，不过我没有亲眼见过。哦，那就是说你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罐耳瓶。是的。好，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郑队，傅蛇回锦都了。小王已经通知我了，我们派人去找他。哦，我们在 K9 KTV 888房间，就我和傅蛇两个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带人过去。哎，郑队，我怀疑傅蛇最近去过有海的地方。海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晒黑了，而且鞋底里有沙子。振宇啊，你提供的线索非常有价值，你稳住傅蛇。等我们的人过去以后，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好，我明白。蛇哥，跟谁汇报呢？蛇哥，你误会了。闭嘴，别说话，现在照我说的做。敢耍花样，我打死你！把手机给我。拿来！哼，上回王小坚拿这个一模一样的手机给汤笑打电话，我就看出来有毛病。这是雷子给你们的加密手机吗？啊？王小坚和汤笑肯定也是雷子的人。大哥，我现在跟金正宇在一起。好小子，果然是雷子啊！还敢还手啊？停车！停车！啊！
本来呢，我打算不再用金正宇了，结果没想到，他这次给我们提供了这么有价值的信息。是啊，看来 C two 的教育地点就是在海边啊。嗯，说明 C two 啊都是从海上运输过来的。紧急插播一条新闻：刚刚在彩虹路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一辆斯巴鲁 SUV 在路上翻车，车牌号是秦 C 94428，车上有两名男性，都严重受伤，正在送往医院，请沿途车辆为我们的救护车让出一条绿色通道。我估计啊，这个不是毒驾就是酒驾。秦 C 94428，这是不是金正宇的车呀？喂，交通指挥中心吗？我是禁毒支队的郑霄，麻烦你赶紧给我查一下刚才在彩虹路出车祸的那个状况，还有那两个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，他们送到哪个医院了，马上告诉我，谢谢。医生怎么样？两个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。不行是什么意思？死了？之前傅蛇在车上给我打了电话，电话突然就断了，我再回过去，就一直没有打通。出车祸？我问了交警队的熟人，是车祸，车翻了，整辆车都报废了。啊，人在哪儿？
三大家医院，我去看看。别去了，锁了。两个人都死了。兄弟，不能让这场意外影响了我们的生意，明白吗？好。啊。喂。你好，我一直是给你们烧饭的肖师傅。肖师傅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挺长时间没叫我了，是不是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啊？我一直没在家，所以没叫你来烧菜。我还有事儿，先挂了。哦，好。谁的电话？手机软件，一个厨师上门烧菜的软件。厨师刚打电话来做回访。哦，还有这样的服务啊！来，把他电话给我一个，我改天也试试。好。在这批货离港之前，你们待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能去，明白吗？好。警官你好。你好，你是不是打错了？我不是警官。您不是警察，是做什么的？哦，我是烧饭的，厨师。啊，那是我打错了，对不起。郑队，谁呀？喂，卓颖啊，你现在说话方便吗？嗯。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他打电话进来就问我是不是警官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声音好熟悉啊？像是戴英玲。刚才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戴英玲就在我边上，我跟他说是上门烧菜的师傅，他就要了你的电话号码。啊，肯定是戴英玲，他打电话来试探我的身份，还好我没上当，跟他说我是厨师。那就好。郑队，郑宇出事了。是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刚才戴英玲来跟我们说，郑宇跟傅蛇都不在了。本来我已经选好了一家戒毒医院，打算将来把金正宇送到那里去戒毒。哎，他有没有说这个车祸是怎么发生的？他说当时傅蛇在郑宇的车上，正在跟他打电话，突然就断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在出车祸之前，金正宇跟傅蛇还在 KTV 里，金正宇还偷偷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他怀疑最近这几天傅蛇去了海边。也就是说 C2 的交易可能在海边。是的。那怎么又出车祸了呢？啊，我正在查。哎，小王的情绪怎么样？郑宇出事对他打击很大。这样，你把电话给他。郑队，冯导，王新建，你的心情我非常非常理解。你放心吧，
我会尽快调整好的。那就好，保重。大队传来了重磅消息，傅蛇在死的时候手里是持有枪支的。周磊，来打开他们两个人在 KTV 的监控画面。停，丁哥，放大。是手枪，显然在 KTV 的时候郑宇就已经暴露了。是啊，估计是他给我打电话汇报工作的时候让傅蛇给听见了。很有这个可能，傅蛇应该是压着他去见戴英林。如果没有这起车祸，估计汪行健和卓英也都会暴露。看来这个金振宇啊，他是故意制造了这起车祸，他是想和这个傅蛇同归于尽，是个英雄啊。哎，郑队，嗯，这起车祸会不会引起戴英林的注意啊？这样吧，马上在媒体上发布消息，就说这起车祸是因为吸毒造成的。这样的话，戴英玲她就不会怀疑哥。把 C 图送来之后跟我们说他要去高兴一下，然后就走了。一定去溜冰了。这两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对了，你们两个赶快收拾一下东西，我要带你们去一个新的地方。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把你们的手机交给我来保管。会有人负责发出去的，我会有更重要的事儿交给你们两个，赶快去收拾一下吧。行。对了，我们要去多久啊？回去一段时间。
戴哥，姐不好意思，检查一下。戴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让他们检查一下，岛上不让带任何电子设备。姐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小姐，那个坤哥送我的项链去哪了？你刚刚给我了，我给你放箱子里了。我怎么不记得？你找找看去。行。脚的，戴哥，我，戴哥，你看看你的人。好了，小姐，算了，商量就好了。那就好。上船。好。没什么情况吗？没什么情况，大哥。嗯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小坚和笑笑，这是老优。坚哥，小姐，你们好。你好啊，大哥。这戒毒基地什么意思啊？他咱们来戒毒的呀？当然不是，老优。哎，以后小坚就接替副蛇的工作，你要好好配合他们。明白。大哥，蛇哥怎么就出车祸了呢？毒将。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溜冰，更不要碰 C 兔。以后谁误了我的事儿，我绝饶不了他。明白了，优哥。哎，兄弟，你不一块儿去啊？我值班，这儿24小时得有人值班。好，好，走吧。C2 啊，蛇哥拿到仓库的 C2 也是从这儿生产的。对，之前副蛇就是在这里监督生产。小坚、笑笑，以后这些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啊。